熊那个猫开始了。我得赶紧去看一看，听说这期有我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上了熊那个猫，这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由熊猫频道特别推出的金牌搞笑盘点栏目熊了个猫，我们的口号是吐槽熊猫成全自己。如果只是正常的去看熊猫视频，那你就少了太多的快乐。接下来张猫就教你如何快乐的去看熊猫视频。你吃东西吃得这么高兴，那我就把速度放慢一点，把你看清楚吧。我们再来个暂停，嘿嘿，再暂停，暂停，咦，停，嘿嘿嘿，停，停，这样看熊猫，我觉得太快乐了。由雅丽演绎的套马杆已经深入人心。我知道他的能力不止如此，还可以这样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 Only you can take me 在世间，哇哦，雅丽还真是神曲小天后啊。看一只熊猫那只是初级阶段，能把许多只熊猫看在一起那才是高级阶段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滚滚的集体舞表演。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伸展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四肢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肩部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锁胸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记得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提转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前边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跑跳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五一奥胖上榜率排行前三，应该是张猫五一奥胖上榜率前三，耶、yeah ！好精彩！会看到奥胖抢妈妈苹果的时刻，当时初看频道搞不清楚状况，熊小子一个也不认得。后来每天每天看，努力爬评，认识每个小团队的特征，包括五十一克的五一的故事，每天一点一滴的喜欢上他们，一日没见着都想念得很。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熊猫频道，和我们一起关爱大熊猫，关爱大自然，美丽中国，美丽张猫，不对，美丽熊猫。有没有你想看还没有黑到的熊猫呢？有没有你和熊猫的故事比播出的还精彩呢？欢迎广大饭团将你认为精彩的视频、PS 图片、熊猫黑历史、你和熊猫的感人故事、一大捆竹子、塑料袋、果皮、纸屑，停，发送到邮箱潘了个哒 @panda.com， 也许你的作品就出现在下一期的熊了个猫以及熊猫冷笑话当中了。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！好了，这就是全部一期的熊了个猫。想了解更多熊猫精彩视频，请登录www.panda.com， 也可以关注微博 panda 熊猫频道，随时获取本节目动态。下期更精彩，张猫与你不见不散。